这边，啊，你是要送我去倒位？阿爸，我要送你一个惊喜，等下你就知影。娘，啊，我知我知，你是不是要搁叫那个你什你那什么所在对不对？对啦对啦，哈哈，你小够巧，知影阿爸哈足久啊。啊，弟弟你走，阿妈进电车啊。你无来啦，要唔过我袂让你失望啦。你咪真爱刺激。我要你一件看刺激的东西。精彩啦！没有，你看嘛，我的妈哟，真好！到底是安怎？你敢这样想着？安尼你就挡袂住。你先莫遐尼生气，后壁吼，阁有更加精彩。哈哈哈！哎，你看恁阿爸无？是发生代志？哎呀啦，恁阿爸叫警察带走啊！我要来找伊，我要来，没影你啦，不是吗？没影你啦，我要来找他。他。你怎样将我找个保安呢？我要跟你拼！是你自己将查某囝嫁予的，我若花一派就派，爱你管。你敢知影？伊伫咧甲我进前，佮别个查甫人，啊肚内底，还佮有伊的十种啊呢？我呢，只是咧替你教死伊啊！也唔过。起码这个囡仔已经无去，你嘛袂用再生啦，安尼嘛较贵。参像你这款这么恶质的人吼，绝对袂让你有后事啦。无像我这么信任，一手把你吹破到安尼，你是要安怎做？我只是要讨一个公道啊！你还会认得无？十二年前，伊伫个酒店内底强奸了一个服务小姐，你还会认得无？无，这个人就是我的未婚妻，我着急要结婚了。你这个奇高不露的精神，你叫人家强奸，你还敢是良心？你若白家白晓遮严严，来骂个早早，看较好无？嗯。海伦，你有较好无？好就济啊，多谢阿母。我是想讲，恁阿爸的病无较好，而且你搁白家到遮厉害，我想明仔要来庙里，甲菩萨拜拜。求大家平安健康。那呢，我嘛去，我嘛就烦恼阿爸伊的身体呢。迄个，啊你身体无好，外口天气阁遐尼啊热，我惊你会袂堪的呢。我看你还是莫去啦。啊，不过我。无要紧啦，无我代替你去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呢就麻烦你啊。妈，明仔载就予正家载你去啦。施主，恁厝内底有人破病，而且不止一个。啊，这问因的病敢毋好？我看哦，我有话就直接讲好啊。你抽的这支签并无好，对恁经营是真歹。是袂好啊！啊，你是要哪？你先莫着急，听我讲。病无可医，心无难治。假使患病人，伊是心肝头有病，身体上的病自然就会好。啊，不过心肝头的病，要看家己啊。师傅，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
每一个人的心内哦，拢有各种的欲望，因为这欲望就产生各种的情绪，像是嫉妒、愤怒、仇恨、甲占有等等。心内有病的人，往往无法度控制家己的情绪，就做出足多使家己后悔的代志。这情形就是心内产生恶念，甲是带着心魔共款。最后不但去伤害着无辜的人，也有可能去毁掉伊家己。假使若是会当保持清醒，控制欲望，安尼病自然就会当好起来。只是这方法讲起来简单，做起来是真困难。阿弥陀佛。心内带一个魔鬼，师父安尼讲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想要回去啊？那你今这么久无同人做阵啊？敢讲你无想要甲我加讲一寡话是？美英，美英，我即摆是你的丈母，那美英安尼？玉兰，你敢知影我想？我是暗时啊想你想到困袂去。每一摆我若是看到你，我就最想要站起较早，甲你抱起来，甲你亲亲。我袂用，你敢知影我偌痛苦？袂用，袂用安尼。我爱你，不管安怎，我是爱你啊。袂用你，你袂用爱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袂用爱你？你谁人？当初是你甲我放生，即摆谁人过来找我？因为我后悔，我想袂出，我是爱你。面对郑姐的深情，玉玲压抑已久的情欲终于爆发出来，她像是飞蛾扑火般，只愿捕捉这一刹那的幸福，就算是粉身碎骨，她也在所不惜。这一刻，她已经忘记了世俗的一切、礼教的规范，她只知道过了今天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她幸福的笑容也正显示着她最深沉的悲哀。你感觉安怎？无啦，感觉人神神。那呢，你都要加休困啊。对啦，最近房地产的市场袂歹呢。假使讲公司人要投资一寡土地吼，来起这个商业大楼，我相信讲一定会真赚钱啦。你感觉安怎？这我唔捌啦。我只有一寡资料，来，你看卖。唔免啦。孙若是有需要我签名的部分，你再提来我签就好啊。袂用得啊，你是公司的负责人呢，上无爱小看一下，安尼比较较好啊。我吼只是挂名的负责人啦，一切你决定就好啊，我相信你。不善做生意的海伦不疑有他，将印件及重要文件都交给郑杰全权处理，因此。公司的资源运用也都完全操控在郑杰手中了。这个时候，郑杰终于要展开他最恐怖的复仇计划了。天哪，你干啥？闲的，紧加烫鞋啊！闲！哎呦，你安尼鞋臭
爬起来要创啥？我敢有叫你爬起来？你这个袂见啥，傲查某哩！你讲啥？我敢有看唔到？你去让别个查甫人甲你强奸过？你不是傲查某，你啥？你要怎样安尼骂我？我是安那袂安尼骂？我唔难要骂你，我阁要怕你啦！谁叫你是不管财的查某囝？你受伤过啊？我来甲妈讲。伊啊，叫你去讲啊，去甲讲。我是安怎要拍？那是因为啊，伊的宝贝查某囝，叫别个查甫人来强奸过，而且伊的巴肚内底还吐伊十只啊呢。去讲，叫你去讲啊。我已经忍耐你真久了，你这个傲查某，你是要去讲？你若不去，我带你去啊！我不要，我要先去。我知影是我对不起你，不过我拜托你，你莫去跟阿爸讲，你莫留下面子。你还有什么事情？我拢答应你，只要你莫去跟阿爸讲，莫去伤害着伊，我拜托。我是做什么代志拢会，这是你讲的哦。用个卡下，志杰，志杰，你来创啊！每个好汉拢害，要哪？已经，无你是要创啊？当然嘛是要来爱你啊！想要做现车亮了，好啊！我就来甲恁阿、甲恁查某囝讲哦，讲咱两个哦，捌做过什么好事啦？美女，你才蛮美女。好，哪呢？你就乖乖。嗯，哈哈哈哈哈。郑杰残酷地将两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他阴险狠毒的行为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他还会怎么样折磨可怜的玉玲母女？而接下来的一个意外却让整件事情有了爆炸性的发展。这一天，玉玲又到庙里烧香拜拜，在家里的海伦越想越是难过，于是收拾起简单的行李，想到以前的好朋友小兰家住几天再说。海伦，海伦，我知影我今麦讲什么，你拢袂原谅我。我敢那是要问你一件代志，问完我就来走了。我求你啦，我是想要知影，你甲咱的囡仔过得好唔好？你先算啦，你莫哭啦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影我唔对啦，拢是我唔好啦。你无想要看到我，我走就是啊啦。为了伊呐，你家己爱保重呢。我来走了。阿伟，你叫我。阿伟，我。
是不是迄个林正杰，让你受到委屈？你跟我讲，你莫一直哭，你跟我讲啊！你紧跟我讲啊！啊！林正杰，够啦！我唔是跟你讲的，今日莫讲，我看到你啊！你今日在创啥？我上万分，你想要强奸查某，猪狗不如的精神啊！我怕你死啊！ 你唔是拢有看见吗？伫遐妈房间，干妈，无唔对，无可能，为什么？你甲我讲，为什么要安尼做？因为伫遐咱两个结婚之前，我就已经甲你妈妈做伙。 是你将我两个拆散的，我唔相信。你唔相信，唔相信你来去问恁妈妈，问看，伊是安怎反背恁爸爸，又搁是安怎去爱着我？你去问，去问伊啊！你去问伊啊！ 囡仔顾袂住啊，啊，不过大人目前已经无代志啊，恐今日以后也袂当搁再有身啊。啊对啊，伊身躯顶有去互拍的伤痕，不止啊严重，你知影？病人目前情绪非常无稳定。你好，我甲照顾。好，多谢你。
好不？ 我知影你的过，我嘛无唔瞒你的原因，不过你袂使无食物件，安尼是会甲身体拍歹。哎呦，你若想要哭，就哭出来。那安尼即晚你家己好无？你知影安尼妈妈哭了，就唔甘的，你知无？ 好，考官，你当作一切代志拢当作新怪事，不是袂见笑的查某，我毋是恁的媳妇老母啦。你莫安尼讲，你一定爱了解，我是不得已的。那，我甲阿爸，我邀请我都无能够再生囝，只有是因为你，我到底是倒位做唔对代志？ 想到你妈安尼害我，害了我怀孕，我怀孕。对，医生拄仔有甲妈讲，你胸口有互拍过的伤痕，你甲妈讲是谁甲你拍的？是啥人？你讲是谁？也够谁？你紧讲是谁人啊？正杰，正杰。 是过超过，伊是安那要安尼对待海伦？伊是无欢喜海伦有别人的囡仔吗？当初是伊家己愿意娶海伦的啊，也毋过结婚了后，伊是安那又过来又怪我。伊心内到底是伫想啥？海伦来病了后，都拢无看到伊，伊是走一道。 我是无法度将伊放袂离，为着你，你敢知影？我叫伊我尔济重，用尽办法，为着要得到伊的信，我过到我尔痛苦的知影。你敢知影？今日我叫阮收人头病，是我尔可笑的代志。也唔过，这一切拢度过。 伊嘛无气会，今仔离我建勇这么济当个建勇，只差一下步就得要成功啊！今仔日是你的节日。
希望你在天之灵会给我斗破皮，我手错，我一定要给你报仇，我一定要爱用野火来弥补伊所做的过错。我什么事？你到底是在创啥？无车啊！姐姐，啊，你是要送我去倒位？阿爸，我要送你一个惊喜，等下你就知影。娘，啊，我知我知，你是不是要搁叫伊来你什么？你个什么所在？对不对？对啦对啦。哈哈，你小高跳，知影阿爸哈足久啊。啊，你。弟弟，你怎么今天才来？师傅来了，要不然我袂让你失望啦。你咪真爱刺激，我会让你一件看刺激。精彩啦！没有，你看嘛。我的妈哟，真好！这到底是安怎？你来干啥情况？安尼你就挡袂住，你先莫遐尼生气，后壁吼，佫有更加精彩。哈哈。哎，要看恁阿爸无？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哎呀啦，恁阿爸叫警察带走啊！我要来找伊，我要来美英你啦，不是吗？美英你啦，我要来找他。你怎样将我查囡放安尼？我要跟你拼！是你家己将查某囡嫁祸的，我来花一派就派，爱你管。你敢知影？伊伫咧教我进前，佮别个查甫人。啊，肚内底啊，还佫有伊的十种啊嘞！无安尼，只是咧替你教死伊啊！也毋过，起码这个囡仔已经无去，你嘛袂用佫生啊啦！安尼嘛较贵。亲像你这款这么恶质的人吼，绝对袂让你有后事啦！无采我这么信任你，一手把你吹破咖呢？你是要安怎做？我只是要讨一个公道啊！你还过会认的无？十二当前，伊伫个酒店内底强奸了一个服务小姐，你还过会认的无？无，这个人就是我的未婚妻。我就得要结婚了，你这个奇高不露的精神，你叫人家强奸，你还敢强奸？经过无外久了，你就跳楼来自杀了。自从小雅死了，你敢知我的生活过到偌尼啊痛苦？我知影是你将伊害死。我着对天就绝，我一定要替伊报仇。我着开始调查你的一切，想尽各种办法要接近你，要得到你的信任啦。后来，我知影姐姐无伫咧厝，爱伫咧外口耍查某，我着趁这个机会
又怪恁某，谁知影？你连恁查某囝嘛送上门嘞？啊，你毋是爱耍别个某囝？既然若安尼啊，我着你了解一下某囝去用大台注意啦。你敢知你的白姓怎袂好？一方面，是因为你爱耍查某，连待遇都唔满分；啊，另外一点，是因为我将你的药仔换，免讲你搁较难食嘛袂好啊。想袂到讲，恁查某囝甲你同款遐尼啊糊涂，甲公司的印啊、甲文件拢交代给我，那即嘛我将公司的钱啊。拢转入去我口袋内底，即摆公司已经得要破产啊嘞！公司的负责人是你的查某囝许人嘞！哈哈哈！你真是自作自受，罪有应得啊！报应，真是报应啊！正杰，我知影我唔对，请你原谅我好无？那你即摆公司已经拢无，你即摆已经感觉足痛苦的。你若是愈痛苦，我就愈欢喜啦。我唔爱你死啦，我嘛爱恁某甲你的查某囝，为你做唔对的代志来付出代价啦。你当作。小雅是安只跳，阿姊嘛，我嘛爱你为只跳落去。你是要家己跳，还是要我将你送落去啊？所为一切，是我手造成的。小哥，我家己想不到，我家己。这就是伊的报应，过去就来过去。我知影你怨恨，不过你敢会当看到我跟海伦的互相放过？我记得你不是做怨恨的，我那是在替你解脱。你是安怎搁要替伊求情？坤仔虽然不是一个好翁婿，但不过坤仔安怎讲，我嘛是伊的某啊。我已经做出遐侪对不起伊的代志，我求你甲放。我求你，想袂到讲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查某囡仔，啊，不过真可惜啦，伊都唔知影通好疼惜。你来，我将伊放开用一下。只要你若愿意代替伊死，我就将伊放开啦。妈，娘，妈。玉玲，你无需要甲跪，你也免替我死。做唔对代志，人是我家己，我家己负责就好。孩子，阿爸若死啊，你也好好养好恁老母仔。正经，你也不记得刚刚那个刘公甲咱讲过，病人是，你心内的病叫做心魔，你袂用搁安尼创恶了，你会后悔，就到这为止。唔好再错落去啊！我无做唔对，做唔对代志的人是恁。亲像迄人，你欺人一辈的感情，啊你，你意志无够坚定，反背恁人甲恁查某囝，啊上可恶的人就是你啦！你唔若怕无，搁踮咧外口咧耍查某，我将我的小雅甲害死，你，你罪该万死啊！我今晚准备给你上个礼拜。